们吃了也不买。吃了不买没关系，不买。我去。真的呀？我给你再盛个干辣椒。我不要。哎，你怎么什么都知道呀？是你知道的太少了。谁说的？那你知道什么？你告诉我。这个我知道。这是什么？这是香水。这个是花露水。花露水就是香水。是是是，花露水也是香水的一种。想要吗？喜欢吗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真的很对不起。怎么了？看起来像个野孩子，没想到还挺讲礼貌的。挺讲礼貌的。我要是你啊，我就看看自己的包。想要那两个？这两个吗？这两个都要。我钱被扒了。钱被扒了不很正常吗？你这才第一次，我在这儿不知道被扒多少回。那怎么办啊？把钱给他们呗，他们都是穷苦的人家。偷一个银元够吃十顿牢饭，偷你刚刚这一次呢，够他们顿顿吃肉。走吧。我戒指也被偷了。你戒指被偷了？啊，那你先拿下，我这边追着。哎，谢谢，别吃。偷着什么了？没偷着什么。没偷着什么？我说过了，我没偷着什么。走。他妈的，快点！老板，戒指。啊？可以啊，整这个大件货。把那东西还给我。还给你？就是这个孩子从我太太那儿偷过来的，快还给我，请你物归原主。得了吧，啊！这戒指上面没名没姓的，那谁拿着，那就是谁的。我劝你最好还给我，否则咱俩谁都不好过。你给我搞清楚了啊，这是我地盘，你最好识相，赶紧走，不然啊，就是你！我操！老大，老大，给老子打！老大，一直。给你们自行车礼用，明天还给你们。老大，撤！都起来，都出来！给我回来！走，快走！给我，给我回来！不是，啊！当命运散出的微光。哎，你刚才可真猛，这是英勇救夫。什么呀？我是看你太可怜了，才包围殴。手伸出来。你什么时候找回来的？太好了，别再丢了。自行车什么时候还回去啊？明天我让脸罐子送回去。明天再还？嗯，也挺好。那再骑会儿吧。轻狂勇敢，不忘少年，冲向明天，望真心能瞒过谎言，盼你我能回到那一天。瞬间忘记一切，情伤是最美的语言，心动自见，盼你我能跨过恩怨，让时间回到相见那一天。
上次见面不欢而散，有我的责任。既然是我希望与你合作，我就应该让你更加了解我的意愿还有想法。我不知道你是否被资本打压过，以至于你对于银票如此的反感和过敏。但是，我绝不会对你斟酌良久的设计指手画脚，因为就是因为你的设计初衷，我也喜欢这个建筑，所以希望它被建造出来。陈掌柜，你认真的？认真的。但是，但是，总是有太多的但是。如果这个但是对你有帮助，对我们都有帮助，何妨不听一听呢？徐博士，但凡是建筑，它总不可脱离实际用途存在。不管是遮风避雨，还是游览观光，它终归有个目的。尤其是当那种巨额投入之后，当然需要怎么思考能够收回成本。陈掌柜，你还是改不掉资本的习气。显然，你更在乎的是如何回收投入，增加收益，而不是建筑本身。我之所以告诉你，我不知道这个建筑用来干什么，是我希望它不被任何精灵与你的头脑所利用。我不想它被商家所赚钱，我不想它被洋行占据私用，更不希望好不容易让它屹立起来，却一天天黯淡无光，最后只剩下腐朽的气息。复命计发货渠道至今不明，发货人也还不见下落。继续找线索，抓紧时间。这可是老爷着急的事儿。是，